你知道长青电影社不？嗯，知道啊。我刚才路过那栋楼，好像是着火了。啊，不会吧？里边还有个人呢，听说。真的呀，长青电影社。啊，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啊！里面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有人打119吗？我都已经熄了，大家放心嘛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有个女生困里边了？没有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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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会呢？没有，大家回去吧啊！李三呢？不知道啊，赶紧给他打电话。 哎，大家都散了啊！不要不要在这里啊！还围在这里，一会儿老师就该来了啊！好不好？大家都回去吧啊！忘关了啥？啊，大家回去吧啊！结果赶紧给医生打电话。哎，医生，哎，医生，你干啥子？危险啊！这个，哎，大家都散了吧？你们咋还在这里？赶紧回去吧啊！回去回去回去，里面没事了。 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我是你灭的。啊，我用这些布灭的，问题不大。什么叫问题不大呀？起火了问题还不大？怎么不打119？我这不着急吗？我怕这东西都烧坏了。货没了可以再买啊！你这么冒险进来值得吗？你是不是傻了？你吼我干啥？不是为了货吗？ 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那个，对不起，刚才凶你了。可是下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？你还敢说我？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接水。多姐，帮忙吧你。